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咱即马所听到的声音吼，就是破冰船在弄冰的声。你看，好漂亮的镜头！我发现我拍照进步了，整个海拢结冰，啊，咱的破冰船把它破开来了，然后加上。一个太阳出来，一个太阳下山，真的哦，这个真的是，这个绝对没有人经过加工的。你看冰都碎掉了，这样被砸破。等一下还要下去。你们看，觉得很漂亮。你们知道我拍的有多辛苦吗？你看到我整个脸都结冰，我的手都冻坏了。前面是看不到的，一定要到后面可以看到太阳，还可以看到月亮，日月相照，只有在这个地方看得到月亮。现在在三宝号的破冰船，我们在船长室。Hi, how are you? I'm very happy for you.船长好可爱，伊问看我有快乐无？我甲讲伊足快乐，伊讲伊嘛为着我，伊真快乐、嗯。这个最可爱啊，好可爱、啊。他用这个棍子按这些，就是来按这个机器上面的按钮。那他出那个按钮呢，这个屏幕上面就会显示出引擎的温度。这个。船上里面哈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哈，这个台湾女孩子叫 Vicky 吧哈，哇，谢谢，她很像，她很像圣诞老公公。Latino， 你少来抢镜头了。他们很辛苦的在工作，很敬业。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女孩子，她非常的勇敢。他就到这边来工作，他来这艘船唯一一个会讲中文的就是他，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。等一下我们会穿着这个红色的龙虾装，我们将要准备到海上去游泳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人帮我拍照，你看那冰都这样离开，我们看的是冰的海洋。 Lanky， 我们去那个北海道的王走看，那个就是溜冰，就是从俄罗斯这样溜过来，冰块一块一块溜出来的，那个是溜冰船。我们今天坐这个真正的破冰船，你看这冰多高，现在开不走，因为冰太高。现在船也没那么大声，因为冰太高。再走，冰太高。开始咯，飞到去北极呀，我们穿龙虾装。我们停在冰最后的地方，我们会在这边下到北极洋去游泳。游泳你敢要相信？好辛苦，你们真的好辛苦。游泳的地方
他已经把它弄出来了，因为那个船上一直在放热水。好，你看，伊在放水，放烧水落来，所以伊就袂结冰。哎，它是有在动的呢。哇，才开始要游泳啊！开始，阮要来准备啊！哦，要来准备穿衫哦，要来穿龙虾装。这才真的看到破冰，这一艘旧的船，这一艘没有载人。这应该是会准。你看，伊嘛是安尼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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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收在冰的力。咱船顶吼有百几个人，大家拢落去。哇，这第一批，这第一批，这第一批。等下恁就会看到我咯。有的讲啊，袂晓游泳吼，就唔敢落。其实唔免惊。对，你得按那个滑滑滑。哇！你好吗？你那爬未起来，得用胶啊，给你胶起来。上不来，爬上不来，两位。我们跳。啊，我们。得一个是我嘛唔知。生命捍卫，等一下啊！我拍照。阿星，阿星的话，阿伯轮到我，还没轮到我，等一下我就下去了。这就是一破冰船，穿着龙虾装，下到北极洋去游泳。你看，大家安尼带着厚重的身躯，一步一步的上来。哎、啊，遐有一只狗啊，你有看到无？假使你若游伤远，还是游伤久无回来，因这个人来举一只狗啊，把你搞回来。这个是我们那天玩过的。这是影片哈，这是船上的影片。大家拢准备啊吼，开始安尼穿，示范安怎穿衫，安怎起哩吼。他先刚开始有一个影片介绍怎么上去吼，就让我们比较不害怕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影片，还有来这里可以做哪些活动呢？哦，这个就是做那个玻璃屋。他这个就是本来讲要给我们两个坐一台坐，但是最后没给我们坐。OK， 拜拜。Thank you， 我们每个人拿一张证书。来吧。哇，我们要离开三宝船了。每个人手上都拿一张证书，领到了一张证书。